好累。嘴巴跟戴森的吸尘器是一样的，吸力永不减退。好厉害啊！对，但他怎么抱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熟了吧？很熟了，是不是？那刚刚也要再回来抱一下。没关系啊，他都有碰到。你怎么会这样？胸部可以跳跳吗？哇！摸一下，摸一下。不要不要，摸我不能摸啦。因为你有老公啊。对对对，我看就好，用看的。好倒霉啊！你单纯是想攻击人家嘛？我刚刚要跟他下跪，我刚刚对不起。为什么？所以本感情是真的好吗？还是只是逢场作戏？接通告而已。在前两天之前，真的非常非常，就是在他刚刚讲那个事件之前，是真的非常好的朋友。真的。但从那个事件以后，就故意不联络到现在。